这个景观怎么样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飞马挺。前面的五秒钟没有说话，让大家安安静静的欣赏海景，还有城市景观和山景。刚才我是放大的，现在我把镜头拉到最远，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跟我眼睛看到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现在是在 La Grande Gale， 刚刚上市一套160万，你没有听错，这个海景房只要160万，还是三房两卫的海景房，室内1822尺，占地2800尺。我现在是在这个房子的后院，它有两个后院，一个后院看海，一个后院看山。后面做了这样一个木质的这样一个平台，所以穿的袜子都能踩出来。好，我们回到室内。这个院子进来是客厅，先是餐厅、厨房。在厨房，现在镜头正对着这个玻璃后面是它的侧院，侧院是可以看山的。整个房子超多的玻璃，所以有两个后院，一个后院看海，一个后院看山。看海的后院在客厅这一侧，看山的后院在主卧这一侧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厨房，博士的炉灶、烤箱、油烟机。现在我站的位置就是洗菜池的位置，大家看到和我看到是一样的。女主人在这边做饭、洗菜，视野非常开阔，超多的储物柜，地板是石材的地板，深色的这种地砖。好，这边是 living room， 带壁炉的客厅。客厅是尖顶挑高，这边放了一个收藏展示收藏品的一个架子。在客厅这一侧的两面玻璃也是能看海，正好是对着海景。好，这是客厅、餐厅、厨房，还有带海景的后院。我现在拍摄这套是室内1822尺，售价仅160万的一套海景房，在 La Grande Gale。这边是入户门，入户门也是挑高的。这个门后面是储物空间，然后从这个通道往里走是三个房间，洗衣房还有两个卫生间。这边是厨房，厨房这边其实也可以有个小门可以进来。好，这个房间里面是地毯，它是通往前院，木质百叶窗，紫色的，偏紫色的这样墙壁。这个房间对面是公用的卫生间，卫生间有一个小窗户，这边有一个小窗户是可以看山景，隔壁邻居。采光是不错的。好，再往里走，这边是洗衣房，右侧是洗衣房，左侧还有一个次卧，两个次卧都是朝前的，朝前院的，都是木质百叶窗。这个次卧也是木地板。对，进来刚才的地方就是忘了讲，一进门的走廊和客厅还有房间的走廊都是这种木地板。在厨房这一侧是黑色地砖。好，主卧是地毯。主卧这个柜子打开里面是衣柜，还是蛮大的，双开门的衣柜。主卧的卫生间，深色元素。
面淋浴房也是黑色的，地砖也是偏深色。好，主卧的床前这边有一个落地门，是可以到侧院的，可以看山景。我现在人站的位置就是主人起床的位置，就能看到远处的山景，大家跟我的视角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走出来看，一样有一个木质平台，外面是有一片小石子的一个这样一个空地。好，远处是山景。好，简单总结这套房子，这套房子是在了 Grand Nigel， 售价是160万，室内1822尺，占地是2800尺。它是有两个院子，一个后院在客厅这一侧是看海，另外一个院子就是我所在的主卧这一侧是看山。好，有兴趣约和马今天看房，谢谢大家。